法，用心听，用心教法啊，落入生活，心甲伫法，搁伫生活中来印证，这才是真正潜心。做不呀？你比如得了，我看人家那个阿婆哩，笑不得，露奶奶是吧？谁问咋话了？哎，到今朝来得不有没？我做不得不有没？哦，是迄段话，比如听阿在那里下来，阿来就阿来哩讲烟头，烟头比如他，我呀，别样不喏？哎，嘛别这嘞，打他来电脑，电话那都卡边死，边死比如。莫得莫得嘛，收了不算收了哩，莫得嘛就阿拉米乌哩呢，查哩呢，一堆哩太个大家伙喏。因一生活啦，上几万块是大钱呢，因较困难，都无要去动着这些钱，心不摇动啦，无染而心即得，清净哦，心真清净。一点啊都无贪念，虽然是家己的钱，但是捐出去啊，就是要救济的钱，动不得啊。一点啊，心都无动。这块啊，这嘛个嘞，多多个钱呢，面呢，交易呢嘞，路上嘞呢，没讲看那拉人嘞，拉你嘞，是啦，低下嘞，看家喽，没拉人喽，这边我以为在帮忙没修，这块我呗。我们在内心啊，不断不断的产生了这个经的意义，我们要用心体会，所以潜心性解，所以一念性解啊，智慧门开，我们的性解哪有啦，那你地府的门呢？啊，都开了哈。发愿是存50块。压力来多少？你的？你上来的压力多？那看那看呐，跟娃娃嘛呗，厉害些嘛。搞饭呢？哎，好好滚滚服用，那来勤，那来修。爱行呐，这佛所讲的法，咱一定爱勤持。